冰镇小内裤帮宅男降温。我想问，点解你要拣咁多款唔同嘅内衣嘅？系想讨好啲男人咯。咁又唔止内衣可以讨人开心噶，内裤一样得。东森新闻网报道，东京秋叶原一间成人商品专卖店推出呢一款雪国嘅杯装女装小内裤。既然雪国，最大特色梗系够冻啦。冰镇小内裤标榜新鲜兼卫生，女生用嚟着，男生可以戴，甚至拎嚟冰镇额头。咁咪好似啲退热贴咁。小内裤有浅蓝、粉红同绿色三款，每杯卖980日圓，大约89蚊港纸。网民话呢一款消暑新法宝贵就贵咗啲，但够晒透心凉。